麦克索尔利诺。OK。这场比赛70公斤啊，钟维鹏之前也在武林风打过比赛，观众朋友们应该对他比较熟悉，打的相对是稳健的啊，这个稳健型的选手。178的身高，185的臂展，这个在中国选手里边是非常少见难得的啊。那他的对手这个马克索尔利诺呢，这个臂展是180，777的身高。这两个选手穿都是这个红色短裤啊，其实看手上的手号吧。对，白手套的是红帽，黑手套是蓝帽。马克索尔利诺上来是选择抢攻，对，上之后他这个速度很快啊，是啊，转身了，去偏了，这是后脚跟没瞄准。嗯，这两位选手呢，这个上来之后呢，整个节奏都是比较快的。是，但是这个能透露出来，这个身体语言比较紧张，对，比较僵硬，还没完全的这放开。准备一个正蹬扫踢，对方一还，两个人的这个攻防速度都是很快的。迪韦达夫打到了，前面对方的那个反击没打到。两个人现在这个试探居多啊，是好，这个迪韦达夫打击整个敌藏不使掉了。还回来了啊，像双方现在是你来我往啊，你有几次我再回几次。好，这是朱伟鹏刚刚这两打斧第三下，这几次打斧还是非常有效果，应该是有效果。嗯，拉过去拉踹，接着腿左手的控勾拳打对方的肝脏，逼到了这个边缘的位置。我觉得钟维鹏也在继续试试这样的一个战术，是还是很奏效的。这个击腹拳如果打好了的话，这个比击头的这个效果更好。嗯，拉出来，中断。透支，一防，中防，打斧，你有点像杨卓的那个，是连续的打斧。也是我们看到现场的观众在给钟伟鹏加油。高段小击，后手塞进来，漂亮高扫。这个麦克索尔利诺面对对方的进攻也没有什么反应，对啊，他的进攻也没有受到影响。第一回合结束，这是一个我觉得两个人水平比较相近的一场比赛，风格也类似，就看谁那个找到的机会更合适，发挥的好一些。两个人输出都很高，看这回合的回放，两个人基本上那个路数也差不多。哎，这是高位正蹬没有达到，钟维鹏的一个中段扫到了。是的，第二回合开始。我上来之后双方换了一下，麦克索尔迪诺第二回合开始加速了。是，那刚才的第一回合当中也是这样，就上来快，后来慢慢的这个被钟伟鹏给压下去。钟伟鹏特别喜欢在这个定点的地方出击。还是把那索尔迪诺的往那前脚地方逼。是，
哦，后拳塞到下巴。这样的一场比赛，周梦龙上来低扫，周梦龙应该找机会开始输出了。对，其实有后拳，不要一直报价啊。麦克索尔蒂诺漂亮，目前是感觉周围朋友进攻更有效，对，连续的激活，嗯，还有我有两个，这边索尔蒂诺还一个，好的，哦，两个人拼得很凶，是，不管是谁在攻势，谁在守势。基本上这个进攻就没断过，对，两个人这个基本上套路也一样，94年93年的选手，一岁的差距，身高也是1厘米的差距，但是钟威鹏的臂展长出很多了，钟威鹏目前的战绩是24-21，4-4，6次 KO。 钟威鹏的这个动作预兆性太强了，他需要拿手去量一下然后再去进攻，就很明显你一出前面这个动作，后面的话呢对方就知道你要打，周威鹏这会儿下面下降的比较厉害，是，然后任凯林现在一直在指导，哎，周威鹏感觉架子已经散了，我们看手都拿不起来了，对，哦，被打了一个前摆后直，周威鹏扫踢前摆低扫前摆，但是力量发不上，对，前高扫，有啊，刷了前高扫。好，任凯林，我们看，是表情非常的紧张，也不断的在给周文鹏啊，这个提供各种各样的这个，而且略施淡妆，这个感觉上还是蛮漂亮。最后的7秒钟，先打过去之后就可以休息一下。哦，看得我们都觉得很累。对，虽然这个回合到后半段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周文鹏的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，是休息。看这回合的回放，啊，可以说在刚才的比赛，我们看到钟威鹏的这个左手的平勾拳，对于对方的肋部的打击还是不错的。进入到第三回合，看来这周文鹏中间的调剂之完之后啊，上来之后状态有变化，稍休息完之后这回血回得快，要跟对方拼了。相对来说，麦克索尔蒂诺的这个状态没有周文鹏恢复的好，对，但是人家也是这个漂洋过海的过来啊，这个调整时差呀、等等体态啊，也是需要一段时间。其实我们就说呢，这个主场作战毕竟是有这样一个最大的这个利好，是，就是不用长途的飞机的奔袭，还要调时差，这个、肯定都会对选手的体能和状态有影响。周文鹏的这个拳的多次命中啊，麦克索尔蒂诺的这个抗击打也是真不错。好，连续的打火，有两个。好像对人家的影响不大。哦，足球王朋友打完这一轮之后，这个血槽又空了啊！电用完是。那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两个人是不是要耗到最后的比赛结束？麦克索尔蒂诺的拳也没有什么力量了。对。哦。这两人要这么打的话，就耗到最后，就把这结果交给裁判的判定。是。哦，刚才李天飞到，
终结对方。对。这都累了，这些。钟伟鹏非常明显，是非常明显。下面的边角不知疲倦，就不上了。演员其实是在机械的出的动作，对，就发不上力也要出。对，这会儿其实这个两边的边角啊，这细的比场上运动员还足。哎。嗯，两个人都是这个烈烈切切。这钟鹏在这第三回合上来之后，打出了一波比较不错的平台，然后就没电了。对，这主要是这效果收获的也不好。其实这个索尔利诺呢，倒是从头到尾呢一直保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。是，好的时候呢也没太好，差的时候呢也不是太差，是稳定啊，平均输出。是。加油！先别再一步了。一共在10秒钟，十秒钟，双方再把最后的余电耗一下。好嘞，哇，这场比赛看的真的。3号裁判29-28，比赛结果红方胜。